欢迎回到频道，好久没有回来这里跟大家拍片了，感觉过了很久一样，但其实也没有过很久了。距离上次更新胡工业的爆款影片就有一个多月，我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这么快就有新的新品出来。不过这次相对于之前来讲，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动啊，算是比较小的更新，所以就我也讲得快一点。各位在这个时间段估计也是忙着买东西，没有太多心思要听什么人物说明书了，所以我就不讲太多细节的地方了，主要是看一下有些什么新的改动就好了。先说一下这一次出的几个小配件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他们这一次有一个新的跟刀具品牌 NOC 联名的一个小的开箱刀，叫做马赫。我是有三个颜色，一个黑金色，一个全黑色，以及还有一个钛合金的。我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个颜色呢？我自己会最喜欢钛的这个颜色。他们每一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一些工艺以及材质上的不同，这一次首发的话都会配一个这样的挂绳，就是还挺不错的。你当然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或者是挂在包款上，别什么地方都可以。还有一个刀坠，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有首发送，还是说你要额外去获得。这样子配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吊坠我觉得还挺适合拿来当这一个长款挂绳的调节珠，如果你是有兴趣这样组合的话，但我不清楚它有没有别的颜色，目前我拿到就只有这一台色样板，所以也不是说特别齐全，我不确定它后面还会不会有其他颜色啊，只是感觉质感上来讲，包括整个视觉效果上做的都还蛮不错的。因为这个开箱刀的产品呢，我没记错的话，早几次更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尝试过自己做了一个出来，就是长这样子的，如果我还有印象的话。但他们这个是属于只送不卖的赠品，这样对比起来就觉得还是跟 NOC 联名的这个做的会更加专业一些，会感觉好很多啊。毕竟 NOC 家就专业做这个 EDC 小刀具方面的一些玩具，包括他们之前出的这一个弯钩的爪刀我也挺喜欢，这个确实帅，但是没有什么带出去玩的机会，就是平时放在这里把玩。然后它这个尖尖是没有开刃的，大家可以放心，不会划伤自己，只是开箱而已，我觉得还不错，做的蛮好的，当钥匙挂它起码还有点实用性。还有一个就是这次新出的内模块的收纳板是这样子的，后面全勾面的魔术铁，它整一个算是比较有韧性的，它有一点点薄薄的内衬，能挺住它整个硬挺的状态，同时它也不会说特别硬，影响到你包的柔软度，分了蛮多层，挺细致的。我简单放这个东西你看一下，就前面有四个 Molly 大小的这个弹力绳，然后有两个小格，直插的小格，还有一个大格，再看你自己的需求来去做不同的形式的收纳。这个组合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实用的，并且它这个尺寸刚好，最小的话可以放到之前更新的那个蜜獾，然后大的包的话毒刺啊阵风啊这些都是放得到，都还挺实用的，当做一个额外的小扩展小收纳，是一些零碎的线材什么的，挺不错的。 OK， 我们下来看一下主体，就是这次更新的二代夜叉。首先看一下上一代的夜叉，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这应该也有个两三年，当时觉得这个包哇收纳真的很强啊，然后整个尺寸啊包括它的外形设计也是很不错的，用的到现在发现，尤其是他们现在更新的新的制造工艺流水线，整个装配的迭代升级了很多个版本之后呢，感觉它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你不能说落伍吧，就显得没那么完备了。这是这一代的夜叉，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手里的这个是一个点影绿的样板，尺寸上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在细节方面尤其是工艺方面呢，还是会有一些进步和更新的。当然从外观上最明显就能看得到，前盖板的这一个外拉链呢开口缩小，然后两边的支带间距增大了一些，还有就是整个 HMS 系统的角度外侧这个位置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其他整个包的大体结构呢，其实还是跟原来的状态差别不是特别大，但这次比较爽的是同样的一款包新增了一个大号，这个对比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一个等比放大，但实际上我拿到手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他们在很多细节上面的处理呢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 share 同一个外观的两个包款。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标准尺寸的这一个，相较于上一代来讲呢，这一次的 XPack 版本是全包 XPack， 就不只是盖板 XPack 了，整个底部侧面顶盖拉链拼接全都是 XPack， 包括这一个 HMS 系统挂载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呢，当然支带还是 Molly 系统的支带了，角度跟之前更新的
拉斐尔第二代很像，这边是有一个上翘的挂点，还有一个在侧面的挂点，是两个方向，取决于你的背负习惯来自己选择。那我这边是一高一低，但是这个夜叉的二代呢是没有两边的，它就是一个单边朝上翘的这个角度。简单跟大家再提醒一下，这个位置大家在背 HMS 系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扣好它，可能会只挂一个点没扣好，背起来是有安全隐患的，一定在挂的时候注意一下好吗？正面的结构像我刚刚说的，唯一改动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拉链口袋，它不会再被之前的织带挡住了，你需要掏一下织带才能把拉链拉开。拉进去之后呢，还是一个全覆盖的尺寸，我的手指可以到最边边的位置。虽然这个感觉开口大，但其实拉起来反而是不方便的，因为你要绕过它。那么相较于之前的版本呢，织带底部的这一整个 MOLLE 面板都是激光切割的了，看起来干净整洁了很多，并且挂载效果呢也会更加牢靠稳定一些。都是一些细节上小更新的，包括磁扣的位置呢是有 logo， 加上这个提环也换了最新版本，挂扣盖板的扣子快拆扣换成这种薄的版本，跟最近更新的拉斐尔啊、赌刺啊、阵风这些都是一样的。这个扣子我觉得还不错，蛮好用的。那么大的结构没有太大变化，拉开前面的分仓依然是这样子，是一个整片的毛面以及传统的几个直插带，当然内衬换成了现在最新版本这个灰色格纹的内衬，很舒服很干净，但直插带的数量会少了一个，之前是三个斜口袋一个大口袋，这次变成两个直插带和一个大的，但我觉得使用上对我来说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变化可以忽略不计。毕竟他们整个内模块系统出到现在呢，也算是有蛮多不同的选择，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任意搭配，这个毛面的面积呢还是挺大的，跟之前其实一样。这款包的话标准版我没记错应该是七升的容积，大家知道夜叉这一个包款的特点就是特别扁特别长的形状，所以说这个七升你要怎么样去安排呢，这个是要看你自己的，不是说一个特别方正的七升的东西就能直接塞进去，可能要重新解构整理一下。那再看一下主仓里面，这一次的填充我还是觉得蛮厚实的，背面侧面底面都有填棉，所以你有一些像相机或者是其他数码设备放进去也是不用太担心的。不过它主仓是没有预留那种很规整的平板也好或者说电脑也好这样的隔板，薄薄一层的分隔，里面你可以放 Switch iPad mini 啊之类的都可以啊。他们官方说是最大支持到11寸的 iPad， 但是11寸的话你可能要放主仓的中间，就不能放在这一个隔板里面了。那反过来这一面呢是三个毛面的直插带三等分，那两侧依然是有这个低扣方便你拉拉链，以及有一个毛面贴魔术贴的位置，除此之外呢基本上就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了，但整体使用上呢会感觉更加舒服一些，没有之前那种支撑性不够的感觉。多说两个我比较喜欢的改动，一个就是织带收纳系统，再一个就是背板的透气网格换成了现在比较新的这种蜂巢的纹路，不过这个呢就没有之前那个可以把肩带拆开塞进去的设计，但这个影响不是很大。这一个小的尺寸或者说叫标准版大约七升的容积呢，我不用肩垫装满它背，肩膀也不会有太大压力，还是挺舒服挺适合日常通勤的。当然对于我自己这个体型来讲啊，我觉得背这一个尺寸是比较舒服的状态。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加大号有哪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整体的外观设计其实大家可以去忽略掉，外观基本上就是真的等比放大了，不过有一点点细节位置的区别，首先还是看一下前舱这个拉链，盖板这个拉链这一次在加大号上多了一层小的收纳空间，这一个小收纳空间呢是在靠近包盖内侧的，但它就只有织带之间这么宽的位置，当然你还有一个额外的大的一层，一样也是可以通到两边的镜头去，那这个真的超大了。我没记错的话加大号的这一个尺寸容积大概是11升左右，但是这一个形状狭长狭长的扁扁的背11升，对我这个身材来讲我觉得怪怪的，背起来不是很舒服。当然如果你块头比较大的话，这个你背起来应该很舒服很方便拿东西。这是拉斐尔二代，它比拉斐尔还要再大一些，长宽高厚度都是拉斐尔，反正跟它放在一起好像是一个一代的产品。加大号呢它的整个形状看起来会更加方正，你可以看到这个角，不要被它这个盖板骗了，你这样看它才是一个真正这个包主体的轮廓，在这个位置它竟然可以把14寸的 MacBook Pro 塞进去，当然不是电脑隔板的里面，是主仓中间的位置，只是塞进去呢我不太能接受它的样子啊，真的不好看，但是你要说临时应急装一下，从一个 A 点移动到 B 点去，那肯定没有问题啊，因为它也是有四面八方的填充，能保护的很好。它整个容积变大了之后，它也变得更加方正了，所以形状上呢，我没有那么喜欢，但实用也是真的实用，它真的很能装啊。大体的结构没有变化，前盖板打开依然还是这一个一整面的 MOLLE， 也是激光切割。我简单挂了一个小护包，这个护包在盖板放下来的时候几乎可以完全藏起来，还是挺够大的。如果你想放一些更夸张的副包在底下呢也没有问题，但你要注意这个盖板可能会有点微微翘起来，然后这个盖板里面的口袋就不能装太厚的东西了。
这个是一个取舍。然后在整个 EDC 收纳仓的里面，一面毛面是没变化的，当然面积也大了很多。把这一个收纳板放上来给你参考一下，这尺寸大概是这样子，就真的很从容，你可以再放很多别的东西。那么这一面就是三个等分的直插口袋了，都很大，每一个都可以塞进我的一只手掌。另外变化比较大的就是主仓这个位置的内部分隔板呢，是有填充一层有韧性的填棉的，你真的可以放到你的 iPad， 它是有保护的，并且它是不触底的，就是一个正经的电脑隔层。我内部我就可以直接把相机塞进去，这一个内部两面都是毛面，你可以放相机分隔板。只是我觉得它这个包本身呢，厚度不是很夸张啊，我一个相机放进去，两边基本也顶住了，不会前后滑动。另外这一边靠近前仓的这一面是整面的大拉链，收纳你自己的一些零碎，一个拉链拉起来完全就是干净整洁，什么都看不到了。当然毛面这边你也可以再贴内模块系统，只是我觉得它里面并不算特别厚，因为它也分了蛮多层的嘛。它这样长条方正的形状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大概相似的容量下，它更加好安排你里面不同的零碎的位置。像我个人习惯，这一个独自早阵子更新的大概是12升左右，虽然它扩容可以扩很多啊，我就默认它是12好了。但如果你要拿底下的东西呢，你必须先把顶上的东西掏出来才能拿到底下，因为它的拉链开口的位置以及它包底形状决定了，它比较方正。但是这一个大号的夜叉2呢，你可以只拿左边的东西而不用移动右边的东西，或者说只拿右边不用移动左边，因为它是整个长条形的分布。对于我的身形来讲，背它还是觉得怪怪的，大家可以看图片上的上身效果，我已经穿了一件比较大轮廓的风衣才显得这个包没有视觉上那么夸张。然后这一次还有一个只有加大号才有的更新，就是背面这个位置，这个透气拉链里面呢跟拉斐尔二代一样，你可以贴这一个 Sidegear 的缓冲透气垫，我随便贴了几个分隔，它这个透气效果，或者说你拿它装点零碎，是贴身的这一层放起来比较隐秘的东西，放在这都没有问题。那就是大概几个主要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地方。多说一句，大号这一个版本呢，我建议如果你是感兴趣的话，最好使用的时候搭配这一个三点背负以及他们新说的这个后肩垫，因为这一个容积呢，它来到十几升的话，单肩背负可能会有点辛苦，并且如果你不上三点背负去稳固的话，它左右的这个尺寸距离太远了，背起来会在重心上会有点影响。那这大概就是这两个尺寸的夜叉主要功能上的一些不同了。如果你没有拥有过夜叉这一个型号的包款呢，我会建议你直接入手新一代啊。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了旧款的话，要不要升级新一代，取决于你旧款的包到底有没有用的比较损耗比较大，或者说是它新版的一些工艺以及细节提升方面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对你影响特别大，这个看你自己好不好。另外就是两个尺寸呢，我是其实建议虽然说使用上以及容量上肯定会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具体要不要换大尺寸，我比较建议按你自己的身形来选择，而且我也不建议单肩包装太重的东西，这是我一贯以来的坚持，当然这还取决于你自己的习惯了。我觉得这两个包上身依然都挺帅的。那么上身搭配的服装呢，我就不在这条影片多做赘述了，我想讲的快一点点，我后面会有专门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我收到的一些新的服饰产品，不是说完全不提啊。钥匙黑呢搭配的服装都是来自金石装备二三秋冬的一些新品，大衣是可以两面穿的，那裤子是一个多裁片多口袋的，算是有点破坏质感做旧效果的裤子，里面的打底呢是来自始祖鸟的 Delta半拉链的 hoodie， 整体都是一个灰黑色调的质感，搭配这一个比较大的包，因为那个大衣轮廓比较大嘛，我觉得还是算比较撑得住的。那么另外看一下这一个蝶影绿的标准版尺寸的上身搭配效果呢，整一身的服装全部都是来自 Noxkim 的二三秋冬的新品，里面的打底是那一件叫做迷雾印花的打底卫衣，它有一点点 V 领设计，然后是下摆开叉，裤子条活跃者长裤的 2.0 版本，春夏的时候有出过一条，然后这条秋冬版本会有点细节上不太一样，它有一个双飘带的快拆调节扣腰带。另外夹克就是那件短身的教练夹克，高立领，然后也是三拉链的设计，我觉得整个上身效果还挺不错，很利落。搭配这个标准版尺寸的夜叉呢，它的整个上身效果我觉得是挺灵活，并且我也装了他们毒刺的时候出的这个小的枪绳做装饰。两个的帽子呢，都是我头上现在戴的这一顶，来自好朋友安良他的一个小尝试，叫做 AOOT， 是不是叫 OOT 呢？这品牌它有个磁吸快拆调节扣，还挺不错的，很方便，很轻薄。然后整个帽子的主体材质都是 Solartex 的，防御性蛮好的，一个小小的刺绣标在后面。它整体是属于这种圆头圆脑，但是比较短帽檐的设计，日常戴还挺舒服的。城市戴的话，崔佳良他也戴着这个帽子去爬了哈巴，所以说他这个防风防雪的性能呢，至少在城市使用肯定没有大问题的。它里面还有一层网纱的内衬，我觉得他的这一次尝试啊，算是诚意比较足的吧。三个颜色，黑色的话有全黑，有个黑紫配色，以及这个浅色的米色。那不知道这两层上身效果你喜不喜欢，我说你会给他多少分呢？那关于具体的服饰介绍，我会放在后面的影片。如果你对剩下的服饰介绍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应该会很快就能做出来下一条影片了。希望很快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最近手里面攒了很多很多素材，九月份去云南的 trip 都还没有剪完，大家现在不要急了。那这期的包款介绍就先到这里了，如果各位还有一些疑问或者我没挑点的，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再跟我交流，我们再做分享。那这就是本期影片的一些主要内容了，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没关注我点下订阅了，那我们下次见吧。